EZ-Con 两安培电源开关介绍。EZ-Con 电源开关的特色有以下几点：安装简单，可被独立或群组控制，免布线随时可修改，快速键控制可兼容所有灯具，不限厂牌，无线遥控距离可达100公尺。第一个步骤是将遥控器内的 IP 写入 RX 控制器，为电源开关命名。首先选择需要的控制点会议灯，将遥控器的背盖打开，接上 USB 线， USB 线的另一端连接到电源开关 RX， 长按遥控器的设定键，大约两秒钟会进入设定选项，利用方向键选择 RX 烧录，按下 On 键就会开始烧录，烧录成功后会回到控制画面，也可以利用快速键同时按下设定键跟方向下键，直接进行烧录动作。第二个步骤是两安培的电源开关如何与灯具跟市电连接，接下来的动作有危险性，务必确认电源是关闭的，以免触电。将灯具的火线接到输出端的 L 接口，地线接到输出端的 N 接口，将市电的地线接到输入端的 N 接口，火线接到输入端的 L 接口。完成以上两个步骤后即可开始使用。以下是控制示范，利用方向键选择会议灯控制点，然后按下 On 键，代表会议灯的灯具就会被开启，按下 Off 键就会关闭。目前 EZ-Con 的电源开关共有两安培、十安培两种规格，若想了解更多应用及产品资料，请与天阳联络哦。天阳精密科技希望让您的生活更轻松愉快，谢谢您的观赏。